普遍好少人放猫，你系几时开始谂到带你只猫猫出街噶？因为豹猫嘅品性咧系比较 outgoing 啲嘅，同埋佢哋都中意冒险啊、活泼啲啊、好动啲嘅，中意大啲嘅空间嘅。咁上网咧就见到有好多行山嘅猫咧，都系豹猫嘅品种。咁我就睇人哋加拿大嗰啲豹猫都可以去公园行山啦，又或者系去公园玩啊、出街啊。咁我就上网做过少少搜集，原来豹猫加以训练之后咧。就可以出街嘅，咁因為佢哋本身就大膽啲嘅，咁所以如果佢哋由小開始培養出街嘅話咧，對於豹貓嚟講咧，佢哋出街係絕對冇問題的。一般可以帶貓出街幾耐？我試過帶佢出街大概六個鐘頭左右啦。咁遠啲嘅地方可能帶過佢去大美篤啦，去燒烤嘅時候帶埋佢去啦。又或者去淺水灣嘅餐廳度食嘢嘅時候，去到海邊又會帶下佢去啦。咁主要都係一啲户外嘅地方為主咯。咁一次就可能帶去平時就三個鐘左右，但如果耐嘅話，六七個鐘都試過嘅。帶貓出街，有人會擔心貓易走失，同埋怕街好污糟，有冇咩需要特別注意同準備？一定要準備嘅就係貓帶啦。咁貓帶主要就係绑实只猫啦，就唔好俾佢周围有机会可以甩绳走咗啦。因为猫唔似得好似狗咁咧，那个服从性系高好多嘅狗。但系猫咧，如果佢真系慌失失甩绳走咗嘅话咧，好多时候都系搵唔翻嘅只猫。咁所以我自己都好紧张啦，每一次带佢出去啦，都会 check 清楚啲猫带有冇扣好啦。又或者系特别会谨慎啲嘅，即系如果系手抱佢嘅话，都会特别去捉紧啲啊，同埋。自己的警覺性都會高一點，即總之他有什麼動動都要立刻攬實他捉住他，就提防他會走失。另外一件事要準備的就是貓書包，貓書包通常都是可能入去商場的時候又或者去餐廳，他們未必可以給抱著動物出來的時候，那個貓袋就可以方便他們在裡面休息，或者在裡面就可以讓他不用那麼害怕，那都可以帶一個貓袋出街嘅。咁另外要準備嘅嘢咧，我哋都會準備少少嘅零食俾佢啦。因為有陣時如果佢肚餓啊，或者佢驚嘅時候咧，都可以俾啲零食去氹下佢嘅。咁另一樣要準備嘅咧，我自己都會帶啲消毒嘅用品啦。因為好多時可能間餐廳又或者係貓貓出完街之後咧，可能手手腳腳都會有啲細菌或者污糟嘢啦。咁我自己都會揾個樽仔咧，去裝一啲消毒用品，咁就噴落條毛巾度，咁就可以幫佢清潔手手腳腳啊。咁呢啲都係我每次出街帶貓嘅時候會準備嘅嘢啦。如果貓仔喺街上面要去廁所，可以點做？其實貓好得意嘅，佢哋唔會好似狗咁周圍去廁所嘅，佢哋中意喺屋企啊或者喺熟悉嘅環境下，先至會好放心去大小二便咯。咁同埋我發覺帶貓出街，佢哋嘅控制大小便嗰個能力都比較高嘅，即係因為佢哋真係會翻到屋企先會屙咯，除非真係忍無可忍啦，佢先至會唔小心屙咗，但係大部分時間佢哋都唔會喺街度大小二便。有冇咩放貓好地方推介？放貓嘅地方推介咧，我自己就建議西九海濱長廊啦，又或者係西環碼頭啦。咁呢啲比較空曠啲嘅地方，同埋係如果你揀啲冇咁多人嘅時候咧，咁放貓就會容易啲啦，因為貓始終佢對於狗咧都幾阿略嘅，即係佢哋可能見到有其他品種嘅動物。佢哋都會好驚啊，或者係唔習慣啊，咁所以如果要真係放貓嘅話咧，盡量都去一啲冇咁多放狗嘅人嘅地方啦，又或者係去啲空曠啲嘅地方，咁對於貓嚟講，佢哋就會冇咁緊張，而佢哋都會好 enjoy 喺個空曠嘅地方度，自己可能超下曬太陽啊，跑下咁樣都 OK 嘅。